你说你天天跟你姐干架，为啥她吃啥你吃啥，她干啥你干啥啊？你不是跟在屁后面跟食别人屁吃吗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梅姐，今天给欣欣喜提一副眼镜，看看最终还是戴上眼镜了。暑假的时候50多度，这怎么才多长时间呀就163度了，这也太快了。但是你有个好处就是显得我很成熟。你妹妹还说你戴眼镜好，她也要戴呢。你说我自己近视眼吧，我就特别不希望我们家欣欣和月月她戴眼镜。戴眼镜你看，像我这种戴眼镜的时候没事就要推一下，没事就要推一下，我还没啥鼻梁，推的时候我可烦了，我就特别烦戴眼镜，尤其夏天热的时候。中午吃什么呀？对呀，馒头店。啊，不要吃馒头。常州的馒头店，看到没有？干嘛吃馒头呀？里面有菜的呀。对呀。我以为单吃馒头。常州迎贵馒头店。怎么说？店老店。百年老店嘛，还店老年百，你也是个人才，我发现。你开玩笑嘛？菜怎么那么少啊？我都卖十日。卖完了。现在才12:30就没菜了，我们换一家吃。你小心。哎，你拉住他，你看他跑。这个小孩走哪里他就喜欢跑。我们家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月也真的是。不听话，我非得打一顿。你不能这样子，知道吧？你天天在超市里干啥都喜欢跑，你这样子跑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。马路上都是车，刚刚的话来了一辆车，你爸爸要不把你拉过来，你非得被车子碾压到底下面去。本来就这么小，别人看不到你的。就听你老妈的，去吃牛肉粉丝，走。小孩出来就是想吃脚脚吃，然后还要进入美好生活。点了一个69的套餐，一碗粉丝，一碗面，给他们俩点了羊肉串，点了6串羊肉串，12个锅贴，够吃了吧？有饺子吗？啊？有饺子吗？锅贴就是饺子，大家看啊，吃个饭也能干架，你看把梅姐给气的，啊，川字梅都出来了。川字梅就是生气要打人，一会儿坐这边，一会儿坐这边，一会儿沙发好，一会儿凳子好，这两个家伙我真的是服气了。我感觉在家里面吃饭，他怎么造我都不管，在外面吃饭这样太烦。确实有点烦。现在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不是在家里面。对呀，公共场合。近一点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老妈该出手时就出手啊。他有错，你也有错，你们俩都有错。别再把所有的责任往那里推。姐姐在那里本是知识。我的妈呀，这吃个饭真的是兴师动众啊！这个位置是换来换去。你又干啥呀？干啥？哎。我气死了。为什么每次一定要让我发火了你才能停止？看自己，看自美。我这干什么用的呀？不知道，他的生意太好了。小的碗重一点。谢谢。上一下。哦，也很多呀。对，牛肉很多。哎呀，真不少。我也要面。你一听你姐要吃面，你也要面；她要粉丝，你也得要粉丝。你说你天天跟你姐干架，为啥她吃啥你吃啥，她干啥你干啥啊？你不是跟在屁后面跟食别人屁吃吗？跟屁虫。跟屁虫。我本来就是喜欢吃屁。吃屁。我本来就是喜欢吃屁。你本来喜欢吃屁啊？哎，我本来就喜欢吃面嘛。啊、哦，好，你吃面吧。来，6串哈。对对对。哎，这现烤的。对啊，现烤的，我看到了。这个酱辣吗？等一下啊，说这个酱辣吗？看到了。哦，好烫，好烫，干杯，干杯。哎呀妈呀，这一盘这个煎饺还挺多的啊。嗯，挺大的这个。69块钱，一碗粉丝，一碗面，一份煎饺，6个羊肉串，挺划算的。我刚刚端过去，加了份粉。加了份粉。对，吃饱喝足回家。下次不带新一月的出门。我是次次带他出来后悔，我次次说不带，我次次我还得带。对，我纯属给自己找气受，吃个饭累死了，真的。好，拜拜了，不说了。